都要被那个外套银背啊。我不会夸张，你夸你不夸张。这个可以养鱼啊、哦？可以啊。这个多少钱？你可以养鱼啊。对啊，感觉可以养鱼啊。或是去风景区啊，不一定露营。反正车子里面露营装备都有了，所有的东西都齐全了、啊。那个梅子枝，梅子枝搁两大呢，就一行流量就无啊。我无安怎要搁做，顶届本来要做梅子枝。两大项嘞啊，有够恁啉的啊！对吧？有营区当然是厕所比较方便啊。现在太凉了。哎，是啊。嘛是嘛是，同款的用面包迄种的无？